王者荣耀元歌皮肤设计大赛已经开启一周，已经有很多小伙伴投稿。今天就来看看官方点名表扬的几款设计稿，看看大家觉得如何？第一款《骇客入侵》，作品编号七零零九三。为什么总有人说我们是赛博疯子？准确来说，这是美学，这是作者的留言。大家觉得这款设计稿如何呢？第二款《起源零》，编号七零零三五，作者藤原由记。作者寄语：我想用一种描绘未来的方式涂鸦。我看见我的肩头连接现实与未来。 他的手在空中洒下一笔浓墨重彩，渗透了远方，与未来世界建立起联系。第三款中目跃迁，作者散步散步，作者寄语：王者时空动荡，因此代码故障的元歌凭借着王者水晶重新构造出了新的机体，可危机并未解除，这也让他有了创造完美自己的灵感。完美的荣耀水晶之力，或许还可以回到过去，重新拯救所有人的数据。第四款末日机甲。 作者肥喵，编号七零零四四，暴动的 AI 肆无忌惮的摧毁着人类的城市，幕后主使到底是谁？情况越来越危急了，怎么办？连唤醒的机甲都没办法与之抗衡了吗？天才博士元哥带着他最完美的伙伴，跨越时空前来支援。第五款，心与机缘，作者小智，编号七零零六五，流落宇宙的 s i 芯片被一个孤傲的天才少年所得，融合少年的血液，神秘芯片被激活，起源机器人诞生。寻找碎片的途中，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人类的情感。 机器与心交融，思维与情链接，究竟是强大的 AI 还是真实的人？第六款阿尔法传输体，作者向晚，编号七零零七零。未来世界的人们开发出脑电波控制的人工智能阿尔法及阿尔法传输体，传输体拥有和本体相似的形态，可在特定的控制器和指示器运作下，完成本体脑电波所发出的指令。传输指示灯亮起，今天的阿尔法也在正常运行。 第七款代码入侵，作者和花头号迷妹，编号七零零三一。就智脑是否能自主产生感情这个研究，诞生了仿生人元歌。因为智脑的强大，却在于人情世故上无法解析，于是元歌创造了傀儡零一入侵更深的系统领域，寻求答案。第八款已获赐福四月的梦丽莎，编号七零零一零。在未来科技的高速发展。 科技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便利。有人说科技进步带给人类是福分，但沉浸于科技红利的人们却忘记了科技红利背后那暗藏的危机。正所谓福为祸所倚，祸为福所赐，是福是祸。第九款《红城之怪》，作者双叶舞寒风，编号七零零七八。红城是最美丽的新城，公民每天过着同样健康的生活，享用相同的佳肴，拿着相等的收入。这里没有支配与压迫，更没有差异。 即便近日有黑客使用旧时代的影像扰乱城市通讯，我们仍旧会携手驱逐社会的敌人。红城万岁！以上几款就是第一周被官方点名表扬的设计稿。那么大家觉得如何呢？你们现在最喜欢的是哪一款？